这高丽菜吼，啊来推广咱高丽菜的这个销路的对吼。啊，高丽菜其实呢，伊是一种啊真庶民化的一个蔬菜吼，大家拢日常生活啊拢用会着，拢食会着吼。啊，伊的料理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啊多元哈，包括讲青菜。啊，包括讲那只寒寒天啊，吼，啊，你啊炒一下这腊肉啊，啊炒这个高丽菜啊，相当好食的对无？不管讲是高丽菜糜、高丽菜饭，啊，尤其是咧天气冷冷啊冷啊吼，咱各种的火锅，如果若欠缺滋味，如果若无用高丽菜心，这个汤头它就不会甜，这个汤头它就不会好吃。所以高丽菜其实应用非常的广。也广受我们消费者欢迎，很便宜，还是说有一个时间点会再回稳这样？对，因为再过来啊，我们即将进入啊这一个尾牙跟过年啊这一个消费的一个旺季啊，那我相信啊这一个政府提出的这一些相关的措施哦，包括加强外销，包括加强行销，包括加工的措施。一定会当稳定啊，按高丽菜价格啊，农民朋友唔免烦恼。啊，咱也希望啊，按国内消费者会当利用这个当令盛产的时间，品质上好的时阵啊，多多来消费按的高丽菜。来，今摆咧，一个人想买一袋五十块，阿叔，那你若要买五十，我再过来好唔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哦。好，哎呀，好吃的表情啊，尽在人气好锅配好菜的记者会里面哦。香气弥漫着整个的清明广场哦。在品尝之后啊，我们先开放媒体联访三分钟之后，再好，那我们火锅店的业者哦，请就位在我们火锅展示馆，再把火力加大，好不好啊？好，那么后面你稍微整理一下，在三分钟之后记者会开始，请火锅店的业者也把我们 CEO 协会啊，感谢您，谢谢。注意啊，哈，记者会开始，在一分钟之后记者会开始。啊，现在哈，如果那无其他卡。